行了，这说了半天这闲白了，也不能老念叨这个啊。嗯，要不咱给大伙儿说一相声吧。谢谢。好像我们很久没在电视上说相声了。有些日子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印象中的于老师当初净在电视上说相声。哎，以前干过不少年啊。嗯，他们哥俩，他比我大四岁。嗯，大四，他今年42了。42。嗯，我已经35了。啊，这是大四岁吗？啊，这是大四岁吗？我都38了。对，我都38，一晃啊。嗯。岁月穿梭催人老，是不知不觉38。嗯，后边这句续上，摘这么两句唐诗是表达一下我的心情啊。我当初刚到北京的时候，于老师在我心里面就是个神呢。我还能成神？但是实话实讲，您这两年老了点儿。这两年是见老。我当初认识他那会儿，你知道多嫩呢？也谈不到嫩吧。啊，小脸蛋一掐一兜水儿，现在这样都是您那时候掐的，这才几年的光景啊！师哥这都老了，真见老啊！孩子也挺好，现在满地乱跑，是可爱之极啊！我有时候就偷偷的看看我这，反正干嘛难过呀？您就是兴奋呢，兴奋呢，高兴？你以为呢？啊，我以为也高兴呢。挺好。嫂子贤惠，孩子可爱，是事业上一帆风顺，都挺好。包括谦儿哥的业余生活这方面做得也非常的好。在北京的郊区搞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动物乐园。喜欢宠物啊，好几十亩地一个动物乐园。家里亲戚都在那里头。全是动物。不是一家子畜生，合着是帮着打点。对，照顾帮着打点啊。因为他那个养了鱼啊，有锦鲤啊。对，咱们去看看那整个大池子里边养了多少。千十来条吧。千十来条啊。养了锦鲤，看您发的微博上有照片。有锦鲤、金鱼。是。带鱼啊。带鱼豆豉鲮鱼。这好罐头我都养。养的很多啊，包括这个养的鸟。有鸟。养的很多的鸽子。是谦哥这方面是这是行家，咱实话实说，都好啊。养的那个乳鸽什么的特别好，要吃啊。养什么？买乳鸽啊。养的什么小鸽子？观赏鸽。观赏鸽啊。还养了马，是一个小矮马，太可爱了。这么大吧？对，也就这么大。您记住了啊，国内最大的一个种群，就是于老师这儿。我那儿不少的，是吧？哟，每一匹小马都有于老师的心血。这话没什么错，怎么到您嘴里那么别扭？我们不了解这养宠物这个啊。反正我觉得您这辈子没白活，反正喜欢玩，真的。我跟您比，我这辈子算完了。怎么了您？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烫头，不会打牌，啊，不玩牌，没去过歌厅。嚯啊！人家说上夜店喝酒去，没去过，夜店也没去过，没去过。您是见天去？也不是见天去啊，也是。在那儿碰上过您两回。别他这生活丰富多彩。我算完了，我这辈子糟践了。是真的，我简直就是一弱智。各位在这方面啊，我不管哪方面吧，我老觉着这辈子白活了。以后你们别管我叫郭德纲了，您叫就管我叫弱智就行。真的管您叫弱智，以后再上场跟主持人也说相声表演者弱智预先。那就甭管您叫弱智，管我叫弱智呢，这是啊？不是，就我说，我这不说糟践我呢吗？您这是糟践您的吗？结果糟践谁了？我呀，先糟践你，好吗？对，后边就没谱了。所以我们俩能合作这么久，这是个奇迹。对，纯属巧合，这是个奇迹啊。